的时候，你看，大部分是提起来上这个步，所以我的手的位置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上一在这边，我提起来它是不是变了？你们大部分的人上这一步是一二三，用跳的或者起来的，不是上这一步是什么？是一落三，一二三。先进前脚二，所以你试试看，你进那个二啊，我的